由广东电视台同埋长隆集团携手打造嘅2010长隆国际比基尼大赛，今日就要喺长隆水上世界进行第一场嘅积分赛啦。嗱，积分赛就唔淘汰人嘅，不过五场积分赛结束之后，总分第一嘅队伍可以直接晋级。我哋马上去到化妆间，睇下嗰啲靓女准备成点先。诶，点解唔见晒啲靓女嘅？不过就出现咗佢哋。哦，原来成班嘅选手起晒呢度。嗱，今日啊，佢哋嘅主题咧就为世界杯加油，咁所以成班选手啊都着咗深嘅比基尼，真系令到大家眼前一亮啦。其实我支持的是韩国队，我希望韩国队赢了，但是韩国队昨天比赛比较不错，韩国队快进。其实呢，我支持那个英格兰的，因为一直阿碧咸都在入面。对，我但我支持波尔多球队，我是他们的足球宝贝耶、啊，咁各位评委佢哋支持边一队呢？我是支持这个橙色的，是我蓝色的。彩条。他连也回去一组。咁我哋体育频道嘅靓女主持程慧有啲咩心水呢？因为意大利是上届的冠军嘛，阿根廷昨天的比赛看了他的就是比赛之后，我觉得他们整体的发挥都非常的勇猛，所以这个我是阿根廷，我支持英格兰哦。好嘞，支持呢轮派对。其实咧，讲真咧，我就系好支持中国队嘅，期待下次中国队出现啦。我支持塞尔维亚队。德国是曾经的冠军，我希望我也有他们的勇气。我支持西班牙队。洪都拉斯。Hello， 我是墨西哥。美国。他很棒的，你看一起支持他吧。我是巴拉圭。我是澳大利亚。我是日本。我是韩国队，支持22选手李丽。我的是乌拉圭，他是第一届世界冠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支持的是智利。哇，好啦，我哋睇清楚你哋嘅立场啦吓。咦，赛事仲有十分钟要开始咯，你哋仲去边啊？哦，原来啊，今日啊系第一次嘅积分赛，佢哋话系要搞下新意思，以一个特别嘅方式出场同大家见面。大家系咪好想知道佢哋会以乜嘢形式出场呢？咁听晚9:35，记得锁定我哋珠江频道2010长隆国际比基尼大赛第一场积分赛啦！